我好像怀孕了。你该不会要告诉我，你只有我一个男人吗？你想干嘛？我只是想陪着你。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？医生，帮我把小孩拿掉。你知道你刚刚在做什么吗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孩子的爸爸就不要他了吗？我们一起养。天，分手并没有让你变得更快乐。我现在开始学温柔，来得及吗？你的温柔我已经不需要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够让我的债务毁了你。我住在没有光线的深海，游来游去算自在，分不清楚爱不爱。地理的环境让我皮肤白，我的透明不是死人白，谁叫我人见人就爱。我的电光精彩，透明有旋律，喜欢就靠近，我要你的爱。肺结核病菌已经控制住了，你下午就可以转到一般病房去了。是真的吗？啊，那个等一下护士小姐会告诉你转到哪个病房去。哦，好。谢谢，医生。我等一下可以请假离开医院一下吗？哦，你那个白血球虽然已经恢复了，可是你身体还很虚弱啊，你要出去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去看一下我妈，很快就回来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要去看外婆的路上。我给罩外套不？有，他有穿。我给戴口罩不？有。有吃饭不啦？有，他有吃饭。你妈有？来吧，我要开车了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哈，先这样。爸，再继续跟你讲话，我会来不及去看你外婆了啦。还有几间，慢慢走。嗯。哎，爸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嗯。你哪会来？我来等你啦，我怕你记载袂掉。我啥哪会记载袂掉？你家己身体是嘛安尼？你又看妈安尼，我怕你作伤心的，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到尾啊，记载袂掉，你叫分期要安怎？看妈，是要让妈看到我欢欢喜喜的。这阵啊，住院，我看真开朗。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你哦，嘛爱看较开的。好，你等下再等我，我入去。啊，免我陪你哦。不免啦，那我是要甲妈讲一寡阮查某人的代志，无爱互恁听。啊，无你个衫嘛脱嘞。内底若有冷气，我就。这是你最爱吃的糕仔饼，我专工叫大山挖过卖，你吃过？
我嘛陪你吃吼。会记得细汉读册放学回来，伊身躯顶若有两三钱，都拢会叫我去买糕仔饼，咱两个共齐食，害我买后煞甲你共款，拢最爱食这糕仔饼的。即嘛厝里三个囡仔拢无爱食这呢，是讲嘛，迄三个囡仔有哪只会晓想？阿嬷拢有整着你哦，大汉的大三，伫个实验室咧做研究，真紧就会当摕到博士啊。伊交一个女朋友，啊，这查某囡仔吼，爱生出水水啊，真巧，做代志阁伶俐。伫个即马要找这款的新妇吼，我那点电话费都学找啊呢。第二个阿星，嘛得要摕到证书啊！好嘛，人伊写的文章今年有得奖哦，奖金100万呢。本来迄个时阵想要回去厝里甲你讲，谁知啊身体都袂做主的，一个大姨都怎拖到这当主？第三阿芬才拄去读大学，啊，这个囡仔哦，就较刁滴啦。啊，是讲做人刁滴才好啊，咱甘愿互欺负，嘛唔通去欺负人，妈你讲对无？一边辛苦边听大意。倒咧病，安尼出出入入，注射、治疗，也袂用死病，学袂走，甚至无法度去看你最后一面。是讲，若毋是因为这边破病，我嘛无法度体会到。这三个囡仔，甲因老爸有我尔啊重视我，这是菩萨给我的机会，让我知影我有我尔啊幸福。大三就得要结婚啊，虽然今仔剩无偌济，不过我一定甲伊你未来顺心不讲，讲这是因外妈传予伊的。叫伊都爱好好啊保存，妈，你着做你安心啊去，莫阁挂心阮遮个囝儿是谁。啊，若有啥物需要，你一定爱来甲我托房，予我知影，我一定会尽力去做，好无？跟你讲，我爸人很好的啦。哎，爸，跟你介绍，这是我常跟你提起那个网友阿海。柯爸好，我是我阿胜的粉丝啦。我每晚都要看到小瘦才睡觉哎。有这么好睡就对了。我书写这么烂呢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说要看你的小说，我的神经才能安定下来。这样才对嘛。啊，对了，爸，阿海家里有些状况，快来家里住两天。哦，欢迎啦。啊，有心来哦，记得多回家啦。好。没有没有，避避风头而已，几天就够了。糟了。找不得艺术啦！阿顺，你回来了，吃饭喽。哎，雅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网友阿海，他会来家里住个几天。哦，好，我棉被刚洗好了，等一下给你带过去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雅姐，我大哥的女朋友。大嫂好，谢谢大嫂啊。我还没了，你不要乱叫啊。你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，妈，
带果汁来给你的。是鸭姐亲手打的，我跟你讲，保证安全卫生。好不好？阿海呀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你就有所不知了嘛。我们海哥要来我们家避风头避个几天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心理准备，因为呢，他会把我们全家人搞疯。他刚刚已经把我们鸭姐搞到脸红心跳了。有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啦。阿海呀，那你跟你爸的事情都沟通好了吗？哎，别提啊，要是处理好就不会跑人家避难了。老头子啊，存心跟我过意不去，见到我不是打就是骂。我看哦，我上辈子铁定跟他是仇人。也许是他的教育方式错了，但是他一定是爱你的。最好是啊。干嘛跟你说，我们家阿胜小时候啊，不晓得是国小几年级，跟同学去烤肉，去的时候因为搭车晕车吐了。这小子呢，不晓得是被同学笑了还是怎么了，竟然赌气耶，回城的时候啊，自己走路回家，天都黑了，还没有回到家里，我们全家人担心死了。那为什么我后来被海扁一顿？打你是要你记得，这种会让家人担心的事不能做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被打了之后呢，所以我现在才这么搞。你们哦，将来都会做人家的爸爸，到了那时候哦，你一定会了解你爸是多么在乎你。那就等我当我爸爸之后再说吧。反正我现在就跟我老猴子不对盘，他越要把我逼上绝路啊，我就要越要在逆流之中奋发向上给他看。因为啊，我是正义使者，邪恶啊永远是战胜不了正义的。只有你在啊。阿妈刚出去买臭豆腐啦。她明明说要吃修寒鸡，为什么又要吃臭豆腐？善变。海贼王。啊？海贼王第五集嘞？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我快气死了啦！一定在房间里啊，是每次看完就乱丢，你去找一定找得到。那大哥，你帮我找好不好？我？你家不要手啊！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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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奇怪了，赶快帮我找一下。好了，怎么会第五集不见呢？在这边啊。哈哈，大哥谢啊，谢谢。慢慢看啊。好，谢啊谢啊。阿海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五分钟，让我把话讲完。五分钟还没到，你不要出来。五分钟会不会太短了？那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没到，你绝对不能出来。十五分钟？那你还算是正常的哦。OK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我知道。我的电光机在。呀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。这次妈生病啊。然后呢？你台北彰化两边跑，感觉很辛苦。还好啦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表达我的谢意。我知道。大嫂，我来帮你晾衣服啦。
顺便帮大哥啊表达他对你谢意，也是我的谢意啊，谢谢哦，你们收留我，还帮我洗衣服又洗棉被。喂，我不是叫你15分钟之后再出来吗？已经15分钟了。嗯，是哦。嗯。哎，大哥，你身上衣服脏脏的啦，赶快脱下来，我帮你洗一洗。你跟大嫂好好休息一下啊。你不要一直叫我大嫂啦。那不然要叫什么？丫丫。大嫂。啊？哎，那边还有一堆内裤哎，他不顺便晾一晾？帮忙晾一下。哦。大嫂。叫啊，丫丫，你又要说什么啦？就是你在台北跟彰化这样跑实在太累了。这你刚才已经说过啦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你是不是以后就不要这么累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叫我以后不要来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其实我有人要喝柳橙汁吗？哎，我听那个啊，柯大说。大嫂榨的柳橙汁啊，特别 juicy， 特别好喝哎，所以啊，我特别啊去买了这堆柳橙回来。喂，嗯，榨果汁哪有什么技术啊，谁都可以啊。没有关系啊，拿来给我吧。哈哈，耶嘞！我拿榨汁机。好，榨汁机。哎呀哎呀，嗯，果汁我们自己榨就好了，你要去外面等。我跟你说啦，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啊，学过果雕，而且有这么多柳丁呢、啊，我想要雕一个小兔子送给啊大嫂还有柯妈。那你要不要去外面雕？没有关系啦。哎、欸，好了，讲讲讲讲，小白兔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嗯。那你还会雕什么？苹果啊，苹果可以玩的花样更多哦、喔。我有苹果。OK。来。呀，最近你辛苦。你说第三遍了。我知道，为了不让你这么累，其实哦，我在想。咦，好啦，大嫂，你都洗好了。哦，还是洗好了枕头套，最舒服了。闻起来还有太阳公公的味道哎，舒服，哇、哦，舒服，哇，热毛巾。你起来，你先出去，我跟大哥有话要说。哦。没叫你进来前，不准进来。丫丫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拿出来。拿什么？戒指啊。哦。拿。娶我。哈？你拖拖拉拉的，一句话分好几次都讲不完，不就是要跟我求婚吗？你都知道啊。谁会不知道啊？你技术那么烂，要等到你跟我求婚哦，还不如我自己跟你求婚比较快。你要跟我求婚，不行吗？人家都叫我大嫂嘞，我再不嫁给你，我就吃亏。戴上。哦。我是叫你给我戴上啊。哦。哪有王子跟公主求婚不下跪的、啊？也是。丫丫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Thank you.
可以起来了。我告诉你哦，我可不是因为自己嫁不出去才急着要跟你求婚。是我在柯妈住院期间看到她的遗书，她希望看到我们两个能够结婚，所以我才想说能够早一点结婚，完成她的心愿。你不要臭美了。我妈写遗书？也不是遗书啦，就是她对菩萨说的话。他希望菩萨能够保佑他，能够活到看着他三个儿子都结婚。柯妈，我是第一号大功臣哦，是我激发了大嫂无比的斗志啊，最后把我赶出客厅，才开口跟大哥啊求婚成功。不然哦，等大哥啊把话说完，我看了脏话都变成直辖市喽。大嫂，快点快点，打电话跟阿云说你哥要结婚了。没问题。那我得赶快做好化疗，回去跟你爸帮你们选个好日子。柯妈，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来就好，不用你忙了。还叫柯妈呀？要叫妈。哎，柯妈，哎，你们都在啊，可以去办理手续啦。哎，等我一下。什么手续？医生今天早上来巡房，昨天柯妈妈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白血球已经稳定，所以柯妈妈今天可以出院。病床，你是说真的？真的真的真的啊，妈可以出院了。真的啊。阿云，我跟你讲，妈可以出院，还有大哥跟鸭姐要结婚了。真的。怎么了？那么开心？我当然开心啊！我妈检验报告出来了，她很稳定，所以今天就可以出院。真的吗？嗯，太好了！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大哥要结婚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结婚了。结婚？我跟你结婚？对啊，不然我们怎么生小孩？我要结婚也不能跟你啊，而且。跟一个同性恋结婚，谁都看得出来是障眼法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我知道。我的电话精彩。谢谢啊！哎，记得定义等下检查哦。好，好，好。没有跟你说我是同性恋啊，你也没跟我说过你不是啊，我跟你姐妹相称那么久还睡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身体啊？我没有欺骗你的身体。你伪装成同性恋还说没骗我？没有伪装啊。你讲话那么温柔，对我那么体贴，有事没事就露出你那个腼腆的笑容，那么爱穿粉色紫色马卡龙色，然后我那个来的时候你还帮我煮姜糖，哎，还帮我调整内衣，我帮你洗澡的时候你也没有反应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反应？你讲清楚哦，
你伪装成同性恋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没有什么目的，是你自己一直讲我是同性恋啊。可是你也没有否认啊。我，你为什么不否认？因为如果我是同性恋，你就会挽着我的手；如果我是同性恋，我们就可以喝同一杯梅子绿；如果我是同性恋，你就会靠在我的肩膀上打瞌睡；如果我是同性恋，你就会毫无保留把所有事情都跟我说，什么秘密都没有。我怕如果我跟你说我不是同性恋，你就不会愿意再跟我做这样的事了。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在你身边默默的喜欢你，这么靠近你。当孕妇真讨厌，动不动就想哭。不要哭了啦，妈妈这样哭对小孩子也不好。万一这样子生出来，小孩子很爱哭，如果他是男的，像我爸就不好。可是。大学都还没有毕业，我的人生根本就还没有开始，我还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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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。你真的有办法把小孩生下来当一个母亲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有我在，你担心什么？你在干嘛？你都已经尿道结石，要靠吃药才能尿尿，还有你有关节炎了，你还想像人家尿这么高？想太多了你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二哥来帮你了。哎，好了，二哥来帮你好不好？啊，来来来，哇！你真的很奇怪，这烂脾气到底跟谁学的？爽吗？很爽哦。哎呀 ，Lucky 啊，大哥要结婚了，你阿宇那个臭小子啊，都交一个这么可爱的女朋友，我现在只沦落到需要你陪我而已。哎，我问你啊，甜圈会跟我分手，是不是因为我个性太烂了？嗯？从一个恋爱开始到结束，我想我看见的一切，其实都是我自己。哎，这句话蛮屌的，我把它写下来。哎，下来下来，走走走，我坐那边坐。哎，老铁来，老铁来。哎，这边这边这边呢，这边呢。哎呦喂，啊，大少爷大少爷，先坐一下啊，坐一下坐一下。哎，乖啊，坐到坐到。好，来，老三，脚杆坐。OK， 坐好啊。借你大便纸用一下。从恋爱的开始到结束，我想我看见的一切，其实就是我自己。嗯，快点。
你怎么大便了你？尿到结石，肠胃倒是挺好的嘛。哎，这怎么用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现在怎样？讽刺我写的东西都是屎，是不是？今天晚上罚你不准吃饭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做运动。你干嘛？陪你做运动啊。你不用陪我一起运动啊，你不能熬夜，你是孕妇哎。我睡不着。哦。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韩胜学长？如果你想见他，你可以去找他，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一直在这里不敢睡，就是怕你去找他。陪你逛街，拼命讲话给你听，就是想要转移你的注意力。我怕你去找他又被他伤害，可是我错了。如果我要你放弃一件你很爱的事情，就算你没有被伤害，可是你却因为这样不快乐，那也没有用啊。你觉得我不快乐吗？这几天你都无精打采的，以前你都可以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嗨半天，可是现在无论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，你都无动于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萱萱，我是真的很担心你。你可以不喜欢我没关系，你要去喜欢韩胜学长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先学会喜欢自己，知道吗？说我很娘，其实我见过韩胜学长了。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我知道我的电话。其实我见过韩胜学长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一直盯在这边，你哪有机会去见他？我不是真的去找他，我跟他试训。哦，那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家里有事，心情不好，想找我聊天。他认识那么多女的，为什么偏偏要找你？对不起。其实
韩森学长想跟我复合，他说他觉得很对不起，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在一起。那你？可是他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要我把小孩拿掉。什么？他怎么可以？在那一个瞬间，我突然醒了，我觉得自己好蠢。其实韩氏学长根本就没有跟我复合的意思，他只是怕我又把小孩生下来拿去威胁他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应该就继续相信韩氏学长，去把小孩拿掉。可是最后应该还是会被他抛弃。还有，如果不是你陪我参加啦啦队，我就不会有你这个好姐妹、好朋友。现在也不会有一个人陪我一起面对这个小孩。阿云，我好烦恼哦。因为韩森学长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相信任何人。可是因为你，我又觉得自己不能对人失去信心。我以后要怎么对我的小孩？我是要跟他说，你要相信人，还是不要相信人呢？当然要相信人啊，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有我，有你，有像我爸爸妈妈，有像我哥，还有像鸭姐，像田姐，还有阿嬷这样的好人，你当然要相信人。那你相信我吗？你相信我会是一个好女朋友吗？那要看是谁的女朋友啊。笨蛋，当然是你的啊。哦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相信你会是一个最棒的女朋友。结个婚哦，真的是有够麻烦的，早知道就不要结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结婚这么麻烦，那还不如公证结婚简单多了嘛。这公什么笑话呀？哎，你是我们柯家的长子呢，啊，偌济人安尼把这金花看要看我挂金砖娶新妇呢，哪有安尼凊彩？哥，你已经买了二手戒指给鸭姐了。你现在连婚礼都要省，你不怕他发疯啊？住院费一付，存款就没剩多少了。这样子好了，我奖金借你，筹备婚礼。不行啊，妈还要再做两次化疗，你的钱要留着预备用。哎哎，换你了。我知道啦，但就不知道当哪一张呗。好。而且开多少啦？安尼烦恼安尼，也不用花多少啦。毕竟这种事情哦，就看个人诚意。穷人家就六万，有钱人家两百万。两百万？我说的是有钱人家，你们又不是有钱人。
而且哦，雅姐不会狮子大开口的啦。这句话听起来怎么不大舒服啊？大哥，要相信真爱无价。哎，然后啊，婚纱啊是一定要拍的，包套啊99000，到时候啊记得啊多选4组照片，多啊换2套衣服，多要啊几个相框，这样子算下来啊，大概也是10几万了。阿胜啊，我看你用傻瓜相机帮我随便拍一拍就好了。哎，结婚还要喜饼啊，而且啊乡下地方是一定要送的，传统大饼啊1斤120，亲朋好友大概做个300斤。都市人啊就送7式喜饼，一盒啊480，这样啊算下来大概也是10几万而已啊。一定要吃那些东西吗？那胆固醇很高啊。哎，最后啊就是婚宴上的酒席啊，一桌啊12888，不含酒水跟饮料。哎，别怕，我们狠一点啊，我们到路边摊啊办个流水席，一桌6000块搞定，红色炸弹啊只要是认识的生物啊我们就炸它啊满地开花，我保准你啊稳赚不赔。小子你还懂蛮多的嘛，你到底结过几次婚啊？好说好说，我以前啊在喜宴餐厅打过工，这种事情啊听太多啦。告诉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服了。哎，啊，你的白蛋比别人还较短啊！2、4、6、8、10、13，啊，怎么就13张？那不然要几张？16张啊！可是我看香港电影都这样演啊！什么香港电影？我们现在打的是台湾麻将哎！哦，你又不早讲，我这样在你们家玩很久嘞。啊？嗯，啊，你搞你的，我坏光了！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来，好，你盖。哦，这块钱都给我刮掉了，吴念。你这个臣子，敢得罪我爸，我踏犀利！我让你知道台湾麻将的厉害。好好好，给洗牌。好，洗啊，洗牌，洗牌啊。徐一上。对。李永祥。有。王梦祥。有。柯景云。柯景云。他请假，妈妈出院，回彰化。好，相信大家今天都很紧张，我们要公布入学名单，尤其是大一的。今天你没有选上并不代表你不 OK， 只要你继续加油努力，我们还是很欢迎大家。正选贝斯组，徐一少。要。林永祥。要。王梦祥。要。柯景云。女生 Flyer。杨雅竹，要。曾淑仪，要。洪菲雅，要。蔡欣怡，要。以上是我们的正选名单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跟你讲个秘密，把你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怎么会这么糊涂？没用你啦，你那个谁，你那晓啦？你们真的要把小孩生下来吗？你们两位啊，八字不合，八字犯克，不能跟你结婚了。去娶你的妙婆吧。你跟王老师确定没有在交往？一定有鬼。我不想再看你这样下去了，你的债务我扛定了。我要不是要你出面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的人可能会在错的时间去敲你的门，错的人却可能是你一生最难忘的人，陌生人也许会变成最亲密的爱人，别以为不可能，什么都有可能，在这一场旅程而天真，让我们有勇气承担所有不完整，而伤痕是为谁奋不顾身留下的图腾，当太多的轰轰烈烈为记忆纹了身，才知道想要的是安稳。每个人
注定要孤单过一生。我们都渴望能拥有简简单单的安稳，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只是难免有些牺牲，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。